对，他是讲说他认为是你在往返，你这个也是要做往返硬率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整片的时候，你这是个你预期，你预期是不是要做往返？对。那你看到这个是，我本来以为是你在印滤，你在看这个印滤器的时候把它盖住了。好，你看看啦，你看你把这个问题搞定吧，因为下次还要再做嘞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